让我做这个。可是后来我爸爸要往生前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看到我在开店，他好开心。还可以动，然后里面刚好有一个袋子，写爸爸71岁大寿。有些都不敢看的，刚好就是不要看，没有看就没事情了。看了要怎样，又要怎样，麻烦。上来就看有没有钱赚啊，结果上来就当人家的那个家庭女小工。但是希望说不要麻烦。我们上来北部又没有什么经，就又没有什么自己文化的意思，还有一些经验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妹，你穿得下吗？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就拉一半就好。不要，哥哥不行。一起。不要，哥哥不行。这样我才会觉得幸福。